会露齿，你现在外面听得到的那个音乐带。中秋节，哎，中秋啊，搬出来酒就没皮哈。八分之八十。还有我们这个也是非常火，体育界农业大队的体育界国际品牌的冠军呢，张宏布老师，我们一个老师。好，他是杨琴老师，杨琴很特别啊，这个也是很过分的，长得那么漂亮。老师已经很厉害经典了。对啊，然后芳芳老师也会吹笛子啊，还有胡琴也会啦。啊，他考过，他会十七种乐器。用骗吃骗喝，那你要有人心甘情愿给你骗，啊，为什么就没有人要给我骗？哎，你已经骗多了啊！还有我们这个 Kip 老师，德武也是我们干儿子啊，赵德武现在是客家小天王啊，最红、最夯、最热的，哎，对，现在又表演都有小歌迷跟着他嘞，哎，粉丝疼的嘞，哎，对他妈妈哈叫春祥，是我的妹子，他爸爸是那个哎。人家把儿马都秒，哦，我差点没了。这我要抱怨一下你的干妈。啊，干妈下去过了。哦，我今天我被乱丢中。没。春晓可以吗？不行吧？有丢这样中。啊，丢这样中。啊，那个阶段剪掉。我要小抱怨一下。笨蛋，我这小王子哦，今天要跟我搭档演说，结果他移情别恋跑去弹琴了，你看这样子啊，果然还是老师的魅力比较好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对，没关系，今天哦，在舞场伴奏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对，所以呢，你们特别有像都给的，然后就伴奏啊，技术来给声，你们来唱的记得嘞。老师哦，讲哦，错嘛，都忘掉，都忘掉。来，就由我们的谢庆国老师、庄宏武老师、芳芳老师以及我们德武老师来做乐伴奏。那你有三毛了，但是还是要给我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哎，现在有啦，送上哎，我们台下三万人的掌声。